慧慧，怎么了？啊，不高兴了？没有。你今天是跟同学闹别扭了，还是说画画没有灵感，有点失落？嗯，没事儿啊，慧慧，爸爸中午带你吃好吃的去。 小齐叔叔的太太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就那样呗，等着周一做手术呢。真的？真的。爸。嗯。你没去医院。 说什么呢？我没去医院，我去哪儿啊？<笑>你早上只在一个地方待了一个多小时，其他时间都在移动。你去的地方不是医院，你去的地方是宾馆。你等一下我啊！你和妈妈有什么不好？你为什么又背叛我们？ 你骗我们，我真是对你失望透顶。慧慧，你听我说，慧慧，这个钻戒虽然小，但当时啊，真的是红尘全部的家当了，真是情比金坚，让人羡慕啊。确实，青儿。 结婚的时候，咱们也没能去，你们俩可一定要好好的啊！那这样咱们娘家人才能放心啊！祝福你们，谢谢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的祝福。其实啊，当年啊，我老公是个种子，哈，只可惜有些人他就是不识货，没想到吧，如今呢，今非昔比，开花结果了。婷婷，哎。 就算是开花结果，那也是别人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，你说对吧？哎，别人的胜利果实呢，终究是别人的，容不得外人去偷。你也不用总是担心别人会偷你的果子，谁都有自己的天地，用不着稀罕别人的东西。请你以后不要再把我当成假想敌。 没完没了的给我打骚扰电话。来，敬 Peter 一杯。哎 ，Peter， 哎，妈，你快回家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欢欢，你先别着急，你跟妈妈说是什么事儿。哎呀，你快回家就行了嘛。 不好意思，我可能得先走了，家里有点事儿。这么着急吗？我儿子跟我打电话了。哦，那你去吧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那我就不跟他们打招呼了啊。来，好好玩啊！哎，你好好玩啊！哎，你好小心啊！拜拜，拜拜。被我说中了。来，我们敬大家一杯。 哎，大班长，反正都在上海了，以后多联系啊。大伙没事多聚聚。是，这回微信都有了嘛，多联系。对，是就是。班长，哎，回头再联系啊。哎，好好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。真是，我们得常聚。是，这是今天我请了，回头我把钱转给你。哎呀，讲究。哎，这种事儿以后常干啊。行行行行，杨柳，婷婷，以后我们长期就住在上海了，你们要有时间的话常来家里玩呀，啊。 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，那我走了。行，啊，慢走啊。哎，哎，拜拜。嗯。你想干什么？啊？
你一个人把孩子留深圳，你跑这儿来，你要干什么？要不是我赶过来，你们两个就凑一块儿。简红尘，你别以为你拉着我在同学们面前演这么一出戏，这事儿就过了，在我这过不了。陈先生，要不要我提醒你一句，咱俩离婚了。